Mentor 是一个线上家教媒合的服务，目前在台湾跟香港，我们现在是最大的提供者。就是如果你今天有找家教的需求，你来到我们网站，然后就可以找到预约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视讯上课。注册用户数截至这个月的话，大概130万。因为拳击是全世界最赚钱的运动，我在制定要打拳击的时候，是除了兴趣以外，我想要找有一样愿景的，就是我的努力会有回报的。所以我后来选择创业，其实也是一样。打拳击有几个蛮关键，就是反应的时间很少，试错的时间也很少，但是也很快。从拳击累积了很多能力，帮助我创业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我的平均速度跟思考的速度变得更快。在 Mentor 每个人都可以有发言权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重要的。我们设计一套系统，全公司任何人都看得到。一个 meeting 假设10个人好了，你时间是有限的，一定没有办法讲得很完整嘛。可是如果每个人用文字、用共识性的方式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知道，最后采纳的决策就很清楚。我最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认为大概在短期2年内就有机会做到世界最大。海外可能法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韩国跟日本。这5个月基本上都会 focus 在这里，我们会希望从最源头的流量，然后到最终的转换，然后到转换之后还可以延伸提供给使用者什么额外的价值。再长期一点，我自己会希望做更多教育本的东西。我们一直在仰赖系统化的学习，让大家填塞很多的知识，但其实我们很少刺激人去思考，或者是人去创造价值，去思考出新的可能性。我未来会想要做更多从教育本质出发的事情，让大家可以很好的去累积知识。可那个知识不是通过系统化被填塞的，而是自己自发性的去产出，然后大家可以共有。我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就是流量，就是他可能做内容，然后可以让更多人透过他们的内容来认识 Mentalker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有更好的产品，可以透过我们用户产生更多的转化，提升我们用户的 LTV。我们网站可以提供流量跟用户。再来就是我们提供投资，不管是现金投资又或者是全额并购，那这是我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直接的帮助。我会希望每个新创团队每天都可以认真解决他觉得最有价值的问题，因为只有每天很单纯的做这件事情，才真的有机会把一家公司做起来。